他不是乱人。殿下，属下安排人将河道周围找遍了，但却未发现陆夫人的身影。是否扩大搜寻范围？不需要了，他应该不会回来了。 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安然，没走就好，没走就好。我既然答应了要等殿下，又怎么会食言呢？相信我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上次你假死骗我。 虽然我很生气，可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无法面对失去你的痛苦，所以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？你相信我，快结束了。是，只不过本王在想，九鼎那样费尽心机，他一定替你。 荡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，你怎么会留下来呢？没走就好。王妃，你可得振作起来呀！ 一切都没有了意义，就算为了将军。 你也不能这样下去，要不然谁为将军报仇呢？是我无能，是我无能。还有办法的，王妃。奴婢今日听说了一桩旧事，皇上是知道齐王和陆安然的事情的。 甚至为了敲打陆安然，才将船运收了回去。哼，你说，若是让皇上知道，如今他横在两兄弟中间，搅得王府鸡犬不宁，甚至连累将军惨死，皇上还能饶得了他吗？ 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给我哥哥陪葬。哎，没件事，这是有劳了。是。王妃。 这个时辰应该下朝了才是，大什么事去哪儿？想来是皇上留他们在御书房议事呢。王妃，您去哪儿啊？王妃，王妃。 宫中地未经通报，不准入内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是晋王妃，我是晋王妃，皇上！回去！皇上！臣妾有冤，臣妾有冤了，皇上！我哥哥是被害死的，皇上！皇上！
臣妾萧景琛拜见皇上，臣妾萧景琛拜见皇上。父皇，陆安然嫁入秦王府后，不但与齐王殿下旧情未了，还自恃有殿下的宠爱。 他百般挑唆哥哥和殿下之间的关系，哥哥为了让殿下看清他的真面目，结果惨遭这个毒妇设计，被殿下亲手杀害了。皇上息怒。 陆安然，你们欺君瞒上，完全没把朕放在眼里。你先回去吧，朕会给你们萧氏一个交代。 殿下，殿下，李公公来了，传您和陆夫人即刻入宫。殿下，殿下。 干嘛呀？你每天都这么一惊一乍的，又说什么事了？皇上身边的李公公让人传信，叫你立刻入宫。李公公，李公公叫我干嘛呀？皇上今日召见了庆王殿下和陆夫人，据说是萧京雀今日强闯御书房，将萧院的事情捅了出来。父皇知道萧京之死与陆安然有关，定然是不会放过他的。 儿臣叩见父皇，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谢皇上。庆王，你有什么话要跟朕讲吗？儿臣不懂，所说何事？ 你是不是认为重阳节瞒天过海，你骗过了所有的人呢？父皇此言何意啊？儿臣不知，还请父皇明示。哼，还在装糊涂。来人，在这儿。陆安然魅惑主上，拖出去斩。是。 父皇，究竟是何意啊？父皇，陆安然什么都不知道。父皇，所有的事都与他无关。
父皇明察父皇。 儿臣认罪，父皇。儿臣认罪。等等，萧映，是我所杀。对于此事，陆安然全然不知，还请父皇放陆安然走，将他带回来。 庆王，你是不是忘了，那萧映是朕的臣子，不是你庆王的家奴啊！你想杀就杀吗？儿臣本来不想杀他的，但他几次三番的设局陷害陆安然，还把九弟扯进来，一时情急，儿臣错手杀了他。殿下，你究竟在找什么呀？ 陆安然是吧？那如此说来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情字。哼，那看来朕当初是错看了你啊！你这么轻易的就把萧映给杀了，那说明你并不是因为他驻军统帅的位子才跟他结亲的。儿臣从来没有结党营私之心。那跟翼王。 争夺驻军统领大权，也不是为了私心吗？翼王的秉性，满朝皆知。要是把驻军交到翼王手上，儿臣担心会惹出事端来。父皇，儿臣进言绝非私心。哼，你说的极好啊！你们两个起来吧。谢父皇。谢皇上。看来你想得很清楚了。 那后面的事情，朕想来你也不难做出选择。看到朕眼前的这两张桌子了吗？儿臣看见了。如果今后你只安心做你的庆王，就坐那个位置。 桌上所有的珍馐美味，你随便享用，朕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。但若你不安心于庆王，你想得到朕身边的太子之位，就上来，把桌上的这杯酒喝下去。 喜欢不打紧，心悦之情嘛，朕也有过，就如夏日之蒲扇，冬日之炭火，沁人心脾，欲罢不能，一刻都不可离。但是春去秋来，便是百无一用。你要想清楚。 儿臣一直知道怎么选。
等等，你看清楚这杯酒了吗？庆王，这金樽里装的可是穿肠毒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选择喝吗？此味并非人人能享。你真知道该怎么选择吗？儿臣明白了。既然选择仍做庆王，那端起来的酒也不能轻易地放下去，把手中的酒给陆安然喝了，否则庆王之位也不属于你。庆王，今日这杯酒你和他必须有一个人喝了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儿臣今日一定要做出选择吗？这杯酒是你端起来的，一定要做出选择。朕不是断案的判官，你以为朕在意真相吗？朕只想知道结果。陆安然，你觉得他会怎么选呢？他做什么选择我都可以接受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似乎都没有遗憾。不管穆泽怎么选，他都与皇位无缘了，这恐怕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庆王，尽快做出选择。可儿臣的喜欢是想娶她的喜欢。沐尘，对不起，我又失言了。环儿，你来做什么？环儿，你不许胡闹！儿臣没有胡闹，儿臣今日来是想向父皇呈上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
川儿，你可知道，今日你所做决定影响绝不止于今日，你想明白了吗？儿臣没有想明白，儿臣从未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应该逃避现实，做一个怯懦无能之人，还是应该手握权柄，成为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。儿臣曾天真的以为这世上定有第三条路可走，但这第三条路在哪，儿臣不知道。哼，川儿，你什么都没想明白就闯入这大殿之上，看来你也是为了这个女人呢。父皇可曾有想要保护的人？儿臣有，儿臣有拼尽全力不顾一切也要保护的人。儿臣之前总想着，这国朝上下定有和儿臣志同道合的人，儿臣只需跟他并肩前行，前路必然豁达。但儿臣错了，儿臣错在自己所求，绝不能假手于人。儋州之行，儿臣见了民生之苦，科举之上儿臣窥见世人之痛，儿臣见得越多，心中就越是无力。父皇，你曾经说过，只有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才能制定世间万物的规则。二哥曾经也说过，若不能成为主宰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既然我没有办法看着自己想要保护的人置于案板，任人鱼肉，那么就让儿臣努力去成为那个主宰吧。说了这么多，你终究还是想明白了。那儿臣今日想向父皇讨一回公道。说。不知父皇可否答应儿臣，这鸡啄扬青针砭时弊的大殿不该沦为一个刑场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在未经定罪的情况下死在这大殿之上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呈上来吧。宣。皇九子穆川，品行端方，表德悠闲，员工茂德，甚得朕心。兹特授尔为怀化将军，领京畿驻军30,000，钦此。儿臣领旨。既然儿臣没办法看着自己想要保护的人置于案板，任人鱼肉，就让儿臣努力去成为那个主宰吧。阴晴得势，转瞬之间，此后我怕是只能活在这小小一方天地了。
洛安然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？你是在恶心我吗？殿下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现如今在你眼里，本王是不是就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啊？ 殿下在一席之间失去了毕生所求，再生气都实属正常。我又怎么会嘲笑殿下？你还是都没有嘲笑，所有人都在嘲笑我。近在咫尺的位子，对本王来说是毕生所求，但对别人而言，却是唾手可得。洛安然。 你是不是后悔跟了本王了？我只求陆家平安，并没有奢望过其他。既然皇上准许殿下一生荣华，那我也是得偿所愿了。得偿所愿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嗟来之事，本王你可不要。陆安然，你是不是觉得？ 本王愿意牺牲你，就是为了残喘一生啊！本王告诉你，你不要低估你在本王心中的位置。本王还可以告诉你，今日的耻辱，本王会牢牢记住。所有侮辱过我的人，我会让他们用血来偿还。 好生休息。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殿下，你看到本王跟陆安然回来了。 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没事，一次不成还有第二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用尽一切办法为我哥哥报仇。果然是将门之后有胆色，本王真是小看你了，只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。殿下，殿下要杀就杀奴婢吧，是奴婢教唆王妃去告状的。 所有的事都是奴婢的错，王妃还只是个孩子，她什么都不懂啊！殿下，殿下，嬷嬷不用求她，萧氏就没有怕死之人。萧氏没有怕死之人，说的真好听。本王倒是不相信萧氏能如此铁石心肠。嬷嬷。 所有侮辱过我的人，我会让他们用血来偿还。本王早就说过，你若是安分守己，等本王坐上帝位，你们萧家就可以尊享从龙之功，你呢，就名正言顺的当上皇后。只可惜。 你偏要跟本王作对，就不要怪本王翻脸无情。从龙之功，你待我如此凉薄，要是真当上九五之尊，我们萧家还有活路吗？<笑>看来你还挺了解本王的，啊？我只恨自己瞎了眼。 觉得你正直威武，真是可笑。哥哥本就不惜党争，是我非要嫁给你。现在看来，年少时你对我的好，都是充满了算计。来，还想说什么？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。
就当是本王给你最后的恩赐。木泽，你相不相信，在这个府里，只有我真心爱过你。可惜你不配，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人爱你了。这是老天对你的惩罚。殿下住手！王妃已经有了身孕，请殿下三思。王妃悲伤过度，神思郁结，还需好生调整几日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萧金雀，本王告诉你，这孩子是本王的。你要是敢有什么别的心思，本王定叫你生不如死。那殿下还是别待在此处了，只会扰了我们母子的清静。你少不知好歹。你为什么救我？一念倾心，满腹深情，本以为能换回执子之手，却没想到落得家破人亡。王妃像极了我相识的一个故人，一时不忍，仅此而已。陆安然，你留在木泽身边，其实是为了要对付他。你便再努力些，别教室我。命运的车轮最终推着木川走向了木泽的对立面。汉京的宫城之内风云骤变，只是这一得一失之间，竟不见一人快活。小姐，齐王殿下来信了。那我们回去量好尺寸再来吧。好啊，哎呀，这位夫人啊，随便看看。若有中意的，我给你拿下来看看。哎，来，我来。夫人，我们去里面量下尺寸吧。你去外面等我吧。是。来，这边请，夫人。殿下，我先下去了。深藏所有情绪，不必向谁提起，默默埋下不忍。
进来更好。你我现在的处境本不应该见面，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冒险了。我知道你怕我会再次死掉，但是我不想再等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浪费了太多时间，错过了太多与你的相处。若这一切定会发生，作为男人，我便没有再回避的理由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在朝中我也不打算再谦让，以我的主动促使一切尽快发生。可你这样行事太冒险了。你之前做的哪件事情不冒险啊？我现在只希望这件事情能早点结束。这样你也可以早点重见天日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做便会招来穆林的忌惮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我不是一个无知少年，既然我要决定坐上那个位置，就必然有所取舍，不是吗？我还真没见过你这副杀伐果决的样子。迟早要面对的。皇上，除夕将至，今年的燃灯大典是否依照旧制举办，还请皇上示下。就按照往年的规矩办吧。是皇上。那今年点燃灯眼的人选，不知皇上可有定夺？儿臣愿毛遂自荐，在除夕之夜率群臣为父皇、为大汉燃灯祈福。传儿，你一向不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，今年怎么主动请缨了？九弟，是不是有些太心急了些？这封了怀化将军才几日啊，就这么一副急不可耐的吃相，哼，属实有些难看。四哥哪里的话，那灯眼年年都是四哥点的，今年让弟弟一回不就行了？儿臣以为今年九弟新修西郊水利，同时也培育了新的良种，都是为天下万民造福之事。燃灯大典的灯眼，九弟为不二人选。父皇，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除夕之夜，由齐王率众卿燃灯祈福。皇上圣明。此理，本王不仅点不了灯眼，竟然还要本王去操办燃灯大典。哎，殿下，晦气！早知道往年就不揽这活了。你去找父皇，把这事儿给我推了，爱谁办谁办。殿下，我们不但要办，而且要好好的办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啊！殿下，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你真正的对手究竟是谁？你是说？九弟，之前你与庆王之间的争斗，皇上最多是作弊上官，行权衡之法。现如今皇上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他最主意的人选是齐王。这不叫的狗咬人最疼，九弟不声不响这么些年，哼，竟这样得了圣心了。所以说这燃灯大典我们得好好的操办一番了。怎么办？就这么办。
凭一叶障目，真假难分清。我看过宿命伏笔这一生，孤独的路程，轮回里空走。如我这一生若逆着命运狂奔，单薄的生命撑起最后的青春，荆棘要多狠，挣脱将有多动人，残破的恐惧我奋不顾身负乾坤。如果这一生我守着心中的灯，坚定的背影抵挡涌动的狂风，时光能留着记忆里变成永恒，前路有多远我不住一直是归程。这一生我守着心中的灯，坚定的背影抵挡涌动的狂风，时光能留着记忆里变成永恒，前路有多远我孤注一掷是不成了。